现在演奏的这首曲子是刘文金先生所写的《如来梦》第二乐章水。这首曲子主要描绘的是一个身穿白衣的一个年轻女子，她叫水玉姑娘，她在千尺高的瀑布下跳着水仙舞，然后呢从远处走了过来。这个曲子是通过描写她跳舞的这段美好的画面，然后向人们展现了水的各种形态，包括平湖秋月呀，还有波涛汹涌的大海之类的。我的父母呢，他们也都不是搞音乐的，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跳舞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兴趣班的那个音乐老师，他就是拉二胡的。然后他有一次就在看我跳舞的时候，就发现我还是比较有这个节奏感，他觉得我节奏感很强。他说我演奏几首曲子，你跳舞给我看看。比如说他拉了一些新疆风格的乐曲呀，或者是内蒙古啊各个风格的。然后我就根据他的旋律，我就会跳不同的类型的舞蹈，然后他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小孩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天赋吧，所以呢，就这样子就开始学习二胡。